服转的比较好。嗯。慢了一点点。我吗？嗯。来 ，A 组先说，你们看自己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组是大家都很柔美，力度什么的都不是统一的。副歌就有的动作确实是不齐，没有重点的感觉有一些。我一直在看刘彦姿的牌，因为特别的柔软，特别的好看。没事，我们下去可以，我们俩可以一起练一下这个牌。我觉得婉成的力度比我要好一点，感觉他们做就是很流畅性，就很顺滑。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好一点是走位这个方面，因为目前没有看到说他们之间有任何人就是说出现打架呀、或者是什么。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到自己的 part 的时候可以再自信一点，对，特别是葛欣怡，自信一点。挺明显的，都不自信，其实都能做好，都可以做好的，每个人能力都不差。你们需要被肯定、被认可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不自信啊！你们现在不能不自信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当然也有一点点不足。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嗯，都有，好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两个组既合作又竞争。